豪宅是终于扛不住了，顶豪的恒裕冰城降价3000万成交。那么今天这个消息呢，引起了深圳房产圈的一场小地震，拍叫价1.07亿。那么好玩的是，别人拍卖是越拍价越高，这个恒裕冰城啊，它是越拍价越低，一拍1.07个亿，二拍8560万，三拍6848万，那么最后呢是7598万成交的，也就是说直接降价了3000万。那么你要知道，那这两年恒裕冰城278平方的这种户型成交总价都没有低于8000万的呀。法拍房成交价呢，一直都是市场的晴雨表，那么它代表着买家当前对当前市场的真正预期。此次商拍起拍价呢是降价到6848万，才有3个人去报名，那么将近这个临拍结束的最后一个小时才有人陆续的出价。那么其实这也是反映了目前市场的冷清和大家保守的一个心态。那么连这种地段资源稀缺的顶豪都这样了，那大家说接下来深圳的楼市将何去何从呢？龙华未必能让你流泪，但是学区房肯定会。早上送祖国的花朵去上学，踩只小毛驴我都想吐槽一下龙华的交通。不是说龙华是宇宙中心吗？3公里13个红绿灯，吓死人了。这波楼市的调控呢，龙华简直是在裸泳。深圳各区你不可否认，房地产多多少少还是存在一些泡沫的。那么高峰期的时候呢，我后面的中海锦城挂房价9万多，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没有产业支撑，没有圈层配套加持下的龙华，这个价格很难找得到接盘侠的哇。事实的话呢，也是验证了深圳20多个片区里面呢，跌幅最大的就是龙华，特别是光南中心区、龙盛、龙华地铁站这些板块。购房子的选择很多，特别是龙华供应量这么大的情况下，那么楼市挑剔的眼光也是很锐利的。龙华交通拥堵，产业不应，房价过高，学位紧缺的问题暴露无遗。不是说让大家不要买龙华，而是如果说龙华的价格能够更亲民一些，那么呢，其实龙华还是有很多值得入手的板块的，特别是红山片区、上塘片区。大家在买龙华考虑学校的时候呢，也要提前购买，毕竟龙华的学位呢真的是太紧张了。听说呢有商品房还被分流到了民办，那么未来龙华未必能让你流泪，但是学区房肯定会。所以呢，大家记得提前了解清楚哦。阿里70个亿，腾讯30个亿，这应该是中国互联网有史以来最大的罚单了。主要呢就是因为这两位啊，他们在国内的市场份额太高了，客户规模和业务规模都太大了。主罚的原因呢，官方也说得很清楚，支付宝有7宗罪，没有按照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，跟身份不明的客户进行交易，违反消费者金融信息保护管理规定等等。另外呢，相互宝也被命令关停，这就相当于给他定了性嘛。还有财富通的违规条款，大致也跟支付宝是差不多的。最近这2年半的时间里啊，这互联网的头上一直悬着一把剑，就是整改。现在处罚落地了，也就意味着整改接近尾声了，有点利空出尽的意思。所以呢，消息一出，相关股价也是应声上涨。那至于说罚的这些钱呢，对于他们来说啊，也不至于伤筋动骨。腾讯就说了，罚款不会对于公司的经营和财务造成重大的不利影响。但是呢，罚完款也不是说让他们松口气啊，因为未来会进入常态化监管。官方多次强调了，所有的金融业务都必须要纳入监管。那希望接下来啊，这些巨头们一定要把路走好，把服务真的做好。罚款落地，股价跳涨，100亿的罚款落地，阿里70大板，腾讯30大板，这两难兄难弟的处罚都来自于金融监管。但最让人想不到的是，阿里71亿巨额罚款竟然成了大涨的理由。昨晚阿里收涨8%，一晚涨的钱够交几次罚款了？甚至国外的机构还给出阿里最新的目标价达到了150美刀，这是罚款越多利好越大吗？看不懂了吧？其实逻辑很简单，就是阿里的蚂蚁集团悬了近3年的靴子终于落地了，利空出尽便利好。当然，阿里的态度也不是3年前，而是挨打也要立正站好，而且马上用实际行动表示自己是个积极的大宝贝。那今天上午呢，蚂蚁集团立刻宣布回购自家股票，回购比例不超过总股本7.6%。虽然现在蚂蚁的估值比2018年下降40%，但是回购这一操作也是向市场拿出了诚意。10000亿的蚂蚁有点悬，5000亿的蚂蚁还是香的。所以现在是罚完款合完规，该准备上市上市，该给牌照给牌照，从此要走上阳光大道了吗？值得一提的是呢，这次除了阿里的蚂蚁和腾讯的财富通被罚之外，邮储银行、平安银行、人保财险3家金融机构也收到了超过7000万的罚款。这一系列动作背后的意义重大，是我国重塑金融环境的决心啊！对不，打一巴掌给块糖，就在金融业务被重锤的同时，也给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重磅利好。公积金主动权益类新注册产品管理费率、托管费率分别不超过1.2%和0.2%，其余存量产品的管理费率、托管费率将争取于2023年底分别降至1.2%和0.2%之下，直接给投资者让利。可别小看这个消息，钱不多，但是刺激情绪的意图很明显。总的来说，所有的组合拳的最终目的就是服务实体经济和民生需求，所以你说以上算不算大利好？兄弟们，时隔5年再次来到深圳富士康，因为我的腰干工地伤到了嘛，工地暂时干不了，过来厂里面过渡一下。然后这次的话选择中恒能力跟着他进富士康看，现在我们到了他们总部，然后的话扫了一圈，基本上都是男孩子，就2个女的，应该说是女的，不能说是女孩了。然后这次进的是IUKN 那个部门宿舍，我操，推门进了低水间我就想走了，2米不到的距离住了10个人，这他妈的但饭都不至于住这样的房间吧。我外面那个大哥叫我准备撤了，他说这种环境实在干不了啊。我的天哪，这么窄的距离住了10个人，
换个行李箱都放不下。